哟，找本堂主有何贵干呀？嗯，你不知道吗？往生堂第77代堂主就是胡桃我了。不过瞧你的模样，容光焕发，身体健康。嗯，想必是为了工作以外的事来找我，对吧？不如去我那儿喝杯茶。一个客户，两个客户，三个客户。太阳出来我晒太阳，月亮出来我晒月亮喽。哎呀，麻烦了。打雷啦，起身啦。哇，是雪。嗯，真舒服。啊，帽子都要吹飞了。早起身体好，晚睡人会飘。哟，中午好呀，吃了吗？嘿嘿，月亮出来喽，咱也出门吧。嗯，困了吗？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一个人四处转转。胡桃的胡是胡吃海喝的胡，胡桃的桃却不是淘气的桃。不好笑吗？变个戏法给你看，瞧好了，火，然后，吼，蝴蝶，飞啦！你到处旅行，一定见多识广，有空也给我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吧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我们往生堂性质特殊，肩负着双倍责任，所以一定要让两个世界的人都满意才行。有些花草只长在阴气重、月光多的地方，你见过吗？没有，那下次带你见识见识。大秋秋冰了，二秋秋敲，三秋秋采药，四秋秋熬，五秋秋死了，六秋秋台。天青海阔，皓月凌空。此情此景正适合作诗一首。唉，真想找些新乐子，无所事事比死亡可怕多了。啦啦啦啦，吃水煮鱼配虾饺啦。清新潮史莱姆凝液，这是香菱对我的复仇吗？今夜天星璀璨，月相壮丽，想必是个好日子。带我一算，嗯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是你的生辰。哎呀，真是个好日子。哦哟，哦哟哟，嗯，真不错，谢了。没想到没想到，胡桃我现在力如泉涌，心似雄鹰，非常有自信哦。